事件连环爆，现在网红老王就在脸书上发问哪位艺人明星翻车会让你最意外、最崩溃，引来800多则留言讨论。周杰伦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感觉他很爱家庭。沈玉琳也好，胡瓜啦、徐乃麟啊。 留言不少艺人的名字都有上榜，包括萧煌奇、李李仁都被点名。除了名的宠妻魔人周杰伦，只要和昆凌一起出现在镜头，总是恩爱甜蜜。还有总给人正面形象的刘德华，也曾被称为演艺圈中的爱家好男人。留言中最多人点名，若真的翻车，会让人崩溃的，还包括林志颖、刘德华、金城武。的确，这Me Too事件中就有人翻车了。 网红广告小妹16号在脸书po文押宝庾澄庆和黄子佼是演艺圈清流，没想到才过3天，黄子佼大翻车遭爆性骚扰，广告小妹立刻po文说要转黑粉。名人接力被指控网络上现在出现梗图。 网友哭诉朱雪恒要感谢许杰辉，接着是佑胜救援，再换黄子佼接力，谢谢 NONO， 会不会还有下一位？但也有网友点出，自从阿基师之后，就不再相信形象很好的艺人，连日本声张作家以武扬匡就曾爆劈腿，现在谁翻车都不意外了。Me Too 风暴持续延烧，在网上引发话题。三立新闻张玉杰、温友莲台北采访报道。